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很高兴啊，我们陈露琪今天来到胡志明市，对，好不容易就是又来隔了两年之后又来造访胡志明市，感受非常深刻。那所以我也很高兴呢，在我右手边呢是我们的那个越南小王子 David Wu， 对，很高兴他今天再带我们来到一次在哪里，就 Sky Deck， 就 Bintexo 这边他们最高的大楼，就是号称哎不对，就定位大概是像台北101。与台北的意思啊，就比 Tesco 这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小吴给我们一个饱览一个整个 Ho Chi Minh City 的 City View， 让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城市的发展，经过两年有些什么蜕变。好，那什么，小吴想问一下，就是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边在这比 Tesco 旁边这边其实就是整个的办公商圈，像 A 级办公商圈，可不可以大家跟我们讲一下，他们这附近的一个办公商圈的行情，每平米，这边他们大部分讲每平米美金吗？嗯、对，大概跟我们讲一下。对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人民广场。嗯，好、哦，这叫什么？人民广场。对，人民广场。它是有点像市政府吗？不是。对，市政府人民广场。市政府人民广场。对，那晚上的话，其实这边就会变成人行地道，很多人会去光顾地道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最早期的商瓦。三瓦那栋哦，我知道那栋。对，三瓦它是在 City Bank 进驻在里头嘛。对，早期的 A 级办公室，那它现在每一平米的租金大概是50到60块美元。它换算成台币的话，我简单算一下，大概就是每台平大概是5000块到6000块台币的这个每平米的租金。我问你确认一下，你知道这边的那个租金，它是算内平还是算毛平吗？算内平。那它相对的，在它对面的那一栋呢，叫做Times Square 也是算是 A 级的办公室，但是因为它是有住商混合，里面还有饭店，对，所以它相对它的租金呢是稍微是比较低一点的，因为它不是所谓的纯住纯商办使用，所以它的租金范围大概在40到50块钱一个平米。我补充问一下，它你这边讲到住商混的话，它是包含了 hotel、commercial 就是 office 吗？它还有住，又有住宅啊？啊，没有住宅，没有住宅。OK， 所以是说 hotel。那它是你知道它是 service apartment 还是 hotel 吗 ？Hotel， 是 hotel。所以基本上如果以定义来讲，它算是纯商用，就是 mixed use 的商用，应该这意思。那这边我想带一下，我们镜头再往左后方那边带一下哦。这边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栋是刚盖好的卡西玛雅 right？ 对，没错。那卡西玛雅是哪一栋建商？是哪一家建商盖的？就是 Capital One， Capital One 是来自新加坡集团。新加坡，你干嘛？觉得我民族顾问就对了。刚刚没有人好，对，没有，对，那九两就是一个民族顾问状态，就安插一些梗要让你回答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从外上到卡西玛雅。哎，所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栋大楼是刚新盖好的。卡西玛雅，对，最新的百货公司，那是由 Capital One 向新加坡集团所在。这真的是去年吧，应该是去年刚盖好，所以算最新。它也是符合有 hotel office， 然后下面是百货商场的一个 mixed use 的商业综合。我确认一下，除了像在胡志明市这边呢，除了 Capital One 以外，还有哪些有来自新加坡的建商呢？好比说是 Capital One。那如果是以外资来讲，比较知名的就是这刚讲的 Capital Land、Capital Land、那高 Capital、那还有包括就是Hong Kong Land 这些。所以其实是来自了蛮多世界各地的，还有日本的，对，如果日本 对，还有日本跟韩国的乐天。是韩国。对，韩国乐天嘛。哦不，日本比较多是营造商，但还有他们在地区也有存在的，对，那个大泽方嘛。所以看得出来哦，小吴现在那个自从逃离台湾之后，就来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城市，就是要硬塞一些。对对对。